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在初秋的时候啊，我太太啊买了两个长方形的花盆，她准备种大白菜、小油菜和菠菜。我呢，先是要在花盆底部钻出几个能够渗水的洞。这土都准备好了啊，这两个里边都要种吗？然后我们今天要种啥菜啊？小青菜，你看这是菠菜，这是菠菜。因为秋天嘛，那天气凉一点，它们都长得好。秋播是啥玩意儿啊？秋播就是秋天的菠菜。这大白菜。哦，这是大白菜。这是小青菜。小青菜。这三个。这些菜都是准备过冬的吗？啥果冬？就是是秋秋天天。哦，秋天就可以收。一个多月它就长哦，一个多月就可以收出来了。现这在三就，个菜都是一个多月就可以。这个温度正好。哦。反正最后它天气变化，长多少算多少，咱们就能吃多少哦，都是大叶菜。盆儿呢，我就专门种白菜，因为白菜那啥，这是种白菜。因为白菜你知道，越冷它还越长得好，所对对以对。这个时间长一点，所以我就用一个整盆儿那啥。完了。再放到地里去，等它那啥了，我就看。你看它的籽儿多小。来，我看看它这些籽儿，这是白菜的籽儿啊。我给你倒出来，你看可小。你给我倒到手里，我看看。看小吧。这就是白菜的籽儿。看长多大一颗白菜。白菜是大，但是籽儿真小。我不能用这么多。那么它一个小籽儿就能种一颗白菜吗？那个你要种好了，它就是。厉害。拿小刀划开一道沟，是吧？划两刀吧，划两刀。那你种的时候不能撒了吧？就是得一颗一颗种下去，还是怎么？一溜一溜，一溜一溜的种。对对，明白了。还不能种太深。还不能种太深。出不来。哦。就浅浅的几个。对对对。几厘米，两三厘米。这个种的是什么菜？是白菜是吧？嗯。你说这白菜籽儿它是从哪儿来的？那我就不知道。白菜会不会出花呢？没有种到过它开花，它应该开花的。这我是买人家店里的。我觉得白菜种老了，它可能会开花。我这回就留一颗老的，看看能开花。哦。别的都可以开花。它那个花心里边可能是那籽。那些青菜咱们不是都收籽了吗？你忘了？对对。完了，现在就是菠菜和小青菜。菠菜和小青菜。各占一半。然后我来看，各占一半。嗯。计划的还挺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看着这是小青菜，对对对，上海青，上海青菜。嗯，这籽儿是不是也很小啊？也不大。来，我来看一下。行。啊，这么小的小粒儿，真可爱。同样方法，用刀犁出一条沟。这个沟还不能太深。不能太深。还得拿手把它。弄得差不多的。你这都是跟谁学的？都是你自己，自己琢磨的还是？自己琢磨也看视频，反正这是相结合的。对。反正没事儿，正好就是天气快转凉了。对，今年这天气，热的时间长。能长就长，长不了。能长就长，长不了拉倒。也不是啥。吃不上，咱们就到超市买去。废话，你不吃饭，你得到超市。我看菠菜的种子，看这大了。菠菜种子就大多了。所以菠菜种子不太好发芽，因为它大也硬。它大，它的外边是一层壳。硬。所以它就比较硬。嗯。想破壳出来变成芽，那很难。这也是要一粒一粒的种下去。这些都是在超市。有卖是吧？不是超市，就 Home Depot 的这些都有卖的。Home Depot 也有卖的。前两天听他们说 Costco 有卖那个郁金香的那个籽儿的。哎呀，那个 Home Depot 也是。你说他们卖的那郁金香都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吧？也都是大众化的。都大众化的，对啊。真正的好郁金香，可能那籽儿也贵着呢。是花都漂亮，我都不认为有啥名贵。郁金香它也有那名贵品种。名贵的不见得那啥好看，是吧？有东西就是说好像，就跟那名牌一样，就那回事儿。就跟名牌一样。牌子叫的响，实际上。那也不能说人家就是那啥，质量倒是好的呢。就说，对，也没那么大的区别。就当年我去买领带，都说金利来的好，我跑到金利来那店里，
转了半个小时，我就没有发现一条我满意的领带。得花里胡哨。最后我在那便宜摊上买了一条25块钱领带，直接当结婚用了。而且现在我还经常穿，而且还挺好，因为质量还特别好。我觉得有时候那名牌那个，它就是可能设计师给工资给高了，反而设计的哎呀，人都还都不太适应。就是、啊。嗯，你说呢？是吧？有这种情况哈、啊。是、啊。好。3-4天以后啊，白菜和油菜的苗就长出来了，可是菠菜的苗啊，迟迟都不见踪影，看来让人送点秋菠的希望也要泡汤了。这还下了一场大雨，你看这些苗都倒了，都给砸倒了、所以要把这些苗呢移栽到这个大花盆里。白菜这个叶子是带锯齿状的。现在你对种菜也感兴趣了，你也感兴趣了，真正要感兴趣啊，得自己实际种一下。那你退休了，退休了就可能给我种菜。有白菜。大白菜和小油菜长得真水灵，真好啊！哎。吃上点自己种的菜，还真是挺辛苦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